各号注意，返回舱着陆。我们已安全着陆，我们三个人感觉都很好，状态很好，身体很好，谢谢。洞山航天员已出舱，报告完毕。东风明白。北京，东风报告。我是北京，东风请讲。三名航天员已出舱，正在组织航天员一间医保工作，报告完毕。东风，雄鹰报告。雄请讲。洞阳航天员已出舱，报告完毕。都不明白。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向祖国人民报告，我们神舟15号飞行乘组完成了在轨所有的工作和任务，现在顺利回到了祖国，我们感觉良好。我想说，能够回到地球沐浴阳光下，真的挺好的。我在空间站的时候，也没经常会在舷窗，透过舷窗眺望，想寻找我的祖国，寻找我的家乡，也寻找内望洞庭湖。虽然说厚厚的云层总是遮挡我的视线，让我看不清楚，但是我知道祖国一直在我心中。